圣家堂大厅里，大厅的第一层。米拉之家，这是米拉之家的楼上，高迪的又一个作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外星人。这高迪这100多年前这一设计出的图形，就把外星人的图形给设计出来了。你说这不是从上帝派来的高迪，是从哪来的高迪吗？杰作，这是惊世绝作。